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早晨，欢迎参加今个主日的弥撒圣祭。现在就等我们同身边的朋友打个招呼。今日是基督复活主日，今日是教会隆重庆祝耶稣基督战胜死亡、光荣复活的大庆典。基督以祂的圣死摧毁了死亡，令到我们死于罪恶，并且以祂的复活令到我们能够与祂同生，活于天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是我们永生的保证。弥撒快要开始了，请大家收敛心神，同时请将手提电话关上，多谢合作。堂区本周有以下四项的报告。第一项，救主慈悲九日敬礼由圣周五至到复活期第二主日前夕举行，时间和详细情形请参阅大堂的告示或者浏览堂区的网页。另外，本堂将在4月24日救主慈悲主日下午3:30至5:30举行特别敬礼，鼓励教友一同参与，接受慈悲的主赐给我们的恩宠和爱，同心合意为世界和平、家人和自己的所需祈祷。第二项，Joseph 青年秘证将在5月22日至23日在维多利亚长周末假期举行，今年的主题是 Joy in Love， 并且邀请到 Father Raphael Ma 为主讲，欢迎所有八年级或者以上的青年人参加，今日开始接受报名。第三项，哥伦布骑士会为 Good Shepherd 恢复筹集爱心鸡饭，本月第四个主日4月23号和24号弥撒之后，在大堂特设的摊位派发空盒，并在4月30号和5月1号收集爱心鸡饭饭盒，请教友鼎力支持。其他有关的活动和消息请浏览堂区网页。请起立。天主，你是慈悲为怀的，我们为疫症的传播感到极为忧心难过，求你帮助病人早日康复，并助有医护人员，求你增强我们的信心，使众人同心协力，彼能防止疫情扩散，并从速克胜疫症。求你赐我们悔改，吸取教训，保护生态环境。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
歡樂嘅日子，所以我哋靠父你嘅耶穌咧，基督咧，聖化我哋嘅生命，光照我哋嘅生命，堅強我哋嘅信仰，讓我哋能夠活出佢呢個父你嘅生命。所以現在我哋一齊祈禱，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願主你們同在，願你的心靈同在。上主全能的天主，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我们在这个时期庆祝了我们受造的大恩，尤其我们得救的鸿恩。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活水，你创造了水，使种子发芽生长，使我们解出口渴洗的身体。你也曾使水成为你广施慈恩的工具，你借着水从奴役中拯救了你的选民，在旷野中解除了他们的口渴。你的先知曾借着水宣布了一项新的盟约，就是你要与人建立的盟约。借着耶稣在约旦河所圣化的水，你是我们经过重生的水池，改造了我们有罪的本性，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愿这些水是我们想纪念我们的洗礼，也是我们想起复活节新受洗的旧友，分享他们的快乐。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全能的天主洗净我们的罪过，使我们借借弥撒圣祭参与天国的盛宴，善作准备。阿们。
天主在天受光荣，请大家祈祷。天主，你的唯一圣子今日战胜了死亡，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我们既隆重庆祝他的复活，求你派遣圣神更新我们，复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光明。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中途大事录。那时候伯多禄说，你们都知道，在约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利利亚开始，在全犹太所发生的事，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呼了拿撒勒人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耶稣在犹太人地区及在耶路撒冷所行一切，我们都是见证人。但是他们却把耶稣悬在木架上杀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先拣选的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同食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生者与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上主的话。感谢天主。
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们应该为此鼓舞喜欢。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们应该为此鼓舞喜欢。请你们赞颂上主，因为他是美善宽仁，他的仁慈永远常存。愿以色列家赞美说，他的仁慈永远常存。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们应该为此鼓舞喜欢。上主的右手将我高举，上主的右手大显威能，我不至于死，必要生存，并要宣扬上主的功程。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们应该为此鼓舞喜欢。像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这是上主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们应该为此鼓舞喜欢。攻读圣保禄中途至哥林新前书。弟兄姊妹们，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不该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那时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上主的话。感谢天主。复活节赞歌，请起立。Oh.
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被祭杀，作了牺牲，所以我们要欢欣庆贺主的复活。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约望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特纳纳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于是他跑去见西门·巴多禄及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巴多禄便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到坟墓那里去，两人一起跑，但那另一个门徒比巴多禄跑得快，先来到了坟墓那里。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殓布，却没有进去。随着他的西门巴多禄也来到了，进入了坟墓，看见了放着的殓布，也看见耶稣头上那块的那块汗巾，不同殓布放在一起，而在另一处卷着。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日中复活的那段圣经。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基督复活了。我们今天庆祝耶稣基督战胜死亡的复活。过去一个星期，我们从圣知主日开始，我们的心情是有喜有乐。上个星期圣知主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荣耀的高昂的兴高采烈的进入圣城耶路撒冷，我们跟随一位和平君王、和平之子，将和平带给世人。跟着几天，我们又参加了耶稣基督的在逾越节的最后一餐晚餐，带领我们将会逾超越现世所给我们的一切的障碍，罪恶所阻挡我们的永生的一切障碍，而带领我们去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新的情况。在最后晚餐，耶稣基督也交托了我们不同的工作，其中一份就是叫我们要学习服侍他人，我们要做一个仆人。跟着我们的情绪就非常非常之低落了，由高跌了到下面。我们看到我们所喜爱的、恩崇的耶稣基督竟然毫不反抗的接受了法利赛人、罗马人、暴徒的迫害，经历了苦难，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我们这么尊敬的、这么喜爱的师父，竟然得到一个这样的对待，一位义人
没有犯任何罪的义人，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心是非常之失望，亦都是非常之低落。这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师傅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弥赛亚呢？门徒们心里都有这个问号。那耶稣苦难那一天，你们自己心里面的感受又是如何呢？这位从天而下，天父差遣而来的圣子，竟然承受了这样的苦难。但是耶稣基督的苦难的意思并不是在于我们世俗人的理解之内，我们不明白，我们都不可能明白，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复活。基督被钉在十字架，是将我们一世的罪过都同钉在这个新的生命之树十字架上。他承受了一个最耻辱的惩罚，死亡。为什么？因为天主爱我们，他爱我们爱到底，不计一切，不计代价，教导我们。我们自己想一想，上主为什么要从高高的地方一路慢慢地改变了他自己的身份，取了一个我们人的躯体来到这个世界上和我们一起生活？因为天主想更加的以实体的形式，用人的形式，用人类的形式去接触我们，去教导我们，去领导我们，去体会天主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无穷尽，多么的伟大。而最后他更加愿意承受了一个最耻辱的死刑，钉在十字架上。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没有衫着的，不是好像我们所看到的十字架有一块遮手布。而钉在十字架上是非常非常之痛苦的，大家都知道。天主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痛苦呢？就是因为天主爱我们。既然天主是这么爱我们，我们的回应又如何？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舍弃我们的罪恶，我们过去的生活意识、形态、欲望，和耶稣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让他一起埋葬了，而是去迎接一个新的未来，一个新的开始。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大家都开心，很欢喜。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战胜了死亡，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单单是他的复活，即是单单的是战胜了死亡，那我们的理解的恩宠就少了很多了。的确耶稣基督人世的肉躯的生命是复活了，但更深一层的是藉着他的复活，他将因罪过、因人犯了罪而所得到的果实，就是永生生命的死亡，再次恢复，让我们所丧失了的恩宠成为天主儿女，活在永生的乐园，那个恩宠再次回可以恢复了。若果我们将复活字、复活两个字拆开来看的时候，就是恢复以往的生活、永生的生活的恩典。而
耶稣基督藉着祂的苦难、死亡、复活，恢复回我们以前我们原祖父母丧失了的，因为我们自我自大离弃了、叛变了天主的恩宠，他们不服从天主的说话，所丧失了永生的恩宠。今天是这位听命的服从父亲的意志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圣言圣子，再次重新恢复给我们每一位愿意聆听他的说话，跟随他的真理，跟随他的道路而去生活的，接受罪的宽恕的恩宠，永生的希望，那道大门已经再度打开了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今天开心。咁耶稣基督复活咗之后去咗边度呢？我哋只系听到就话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翻翻去天父那里，又冇翻去天堂。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佢个名系乜嘢呢？耶稣嘅意思就系救主。另外耶稣有一个名嘅，大家记得吗？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这一位童贞女生的救世主叫做万纽嘛。万纽的意思是什么呢？主与我同在。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是跟我们在一起，他来到这个世界所言所行是拯救我们，去完成父交给他的救世的工序的旨意。他完成了，他现在他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的心灵之中。以赛亚先知很久以前已经告诉我们，主与我同在。天主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之中都是跟我们在一起，无论是苦是难，当我们哀愁的时候，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不同的障碍考验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新冠疫症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家人离开了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失业的痛苦的时候，他都从我们在一起。不是就是当我们风调雨顺生活安稳的时候才跟我们在一起，他是在任何不同的环境他都跟我们在一起。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让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耶稣基督今天复活了，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生命里面之后，那我们怎样呢？我们有没有改变呢？天主改变了他的身份，改变了接触我们的、跟我们沟通的方法，我们有没有改变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有没有改变我们的思想、言行、欲望？我们有没有愿意更加的去履行、成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在今天第一篇读经看到伯多禄的改变。伯多禄给人的印象开始时候就是一个很懦弱、很怕事，虽然他有信德，他很相信师父，但是他就是大难来时就拜拜了，走了，他很害怕。如果今天有人说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但是我们看到伯多禄的改变，当他体会到他的师父救世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相信了他所教导的三年里面所说的说话，圣神充满了他的心灵里面，他突然之间哇什么都不怕，他愿意离开晚餐厅祈祷的那个居所，出来
和不同的人，从四方八面来到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的五旬节的兄弟姐妹，讲述他们和耶稣基督的生活的情况，告诉你们，这位被你们钉死的耶稣基督是弥西亚，是救世主，我们曾经和他朝夕的相处，和他一起吃饭，一起分买一个地方，一起行路，一起旅行，周游巴勒斯坦以色列不同的地方，去宣扬天主的福音，去治愈有病得苦的人，带给希望生活在黑暗失望的人的心之中。当我们今天离开圣堂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好像八多六一样，突然之间好像不知道吃了什么补药，突然之间谁补我们？圣神补了我们，滋补了我们，我们有一个勇气，有一个智慧，突然之间可以能言善道的去告诉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相信从中途传下来讲的说话，因为中途是见证人，我虽然没有见到耶稣基督实体，但是我相信中途所传下来的真理，他们的经验。跟着我们继续今天福音，今天福音讲述天未光，玛利亚马大拉拉就急不及待地去到耶稣埋葬的坟墓那里。为什么会是第三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第三日玛利亚马大拉拉才去扫墓呢？不是第二日呢？我这个礼拜才学到的，体会到的。一个神父呢在篇文章里面说，他说呢，根据犹太人的习俗呢，当一个人过身之后呢，家人呢就应该最少呢就是第三日一定要去扫墓。几巧合，几巧合。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第二日，不是第三日，不是第四日，是第三日。原来有一个渊源的。但是你想一想，天未光就去了，在创世纪大地是黑暗的，跟着什么事情发生呢？天主说让我们这个世界有光，第一道光，那就有光了，开始创世的工序。今天天又是黑暗暗的，但是新的创世开始了，真光已经离开了黑暗的坟墓，战胜了黑暗，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新光，耶稣就是那个永恒的真光，新的创世的工序又开始了。那里那个大石象征着遮挡着冚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就是那个坟墓，里面收藏很多东西，有好有坏，有丑陋的，有邪恶的，欲望思念。然后魔鬼就有一个大石头扎住，等天主就不入得来。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复活就拱开了一个大石，这个大门大开，这些所有的不好的都已经放晒出来，因为基督的真光照着他们，吹着他们，晒着他们，他们不能够再在我们的心里面霸住个位，他们要走了。我们开始新的新生命，那真光照着我，那我们领受了真光的兄弟姐妹
我们有没有去照耀他人呢？耶稣说你是地上的盐，天世上的光，不是说的，是要做的。当我们庆祝复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庆祝，我们要看到庆祝耶稣基督一来到我心里面，活在我生命里面，我如何去将这个恩宠去实践出去，去履行他教给我的工作。百多禄履行了作为一个传播福音和平使者，传播天主是爱，我们自己领受了耶稣基督圣神居住我的心所里面的时候，我又如何去履行他呢？今天我们看看玛利亚马达纳勒告诉百多禄和那位被爱的可爱的中途约望，他们两个一听到呢，哇，鸡手鸽脚的，好下大步快步的就出去跑跑，因为好特别跑译出来就是跑步。这代表什么呢？他三个人的行为都代表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最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珍贵的地位。他们很爱惜，他们很爱慕耶稣基督，一听到他这个事情立刻要去发掘去找，正如浪子回头里面的爸爸，当他见到他的浪子远远的回来了，他急不及待的就跑出个屋去迎接这个浪子。同样玛利亚马达纳勒巴多禄约望一听到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嗱嗱声好急，究竟我师父发生了什么事呢？这种热诚，这种渴望，我们自己有没有呢？我们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要来参加感恩祭？因为我们渴望，我们有一个欲望，我们要亲近天主。我们每一个星期跑来，我们没人跑来的，每个人都驾车的，我们这是 VIP。我们没有那个热诚的心态、心火跑到来这里参加感恩祭，为什么呢？我们要亲近耶稣，因为耶稣在我生命之中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位。我要来聆听他的圣言，但是今天他想叫我做什么呢？有什么指示呢？我要聆听圣体，我要得到他的滋润，耶稣基督活在我的心里面跑来。我希望呢，我都相信你都有那种心火热诚。最后他们两个都看到那个脸部摆埋，今有人说人偷了，玛利亚说偷了耶稣的尸体，但我一看个脸部呢很整齐的分开摆抗筋。那你想想会不会有一个偷尸的盗墓拆咧，会有咁有时间精神吓、去拆咗，除咗件脸部项巾，然之后净系偷咗个身体去，会唔会啊？唔会啊，系嘛？正如你自己今日起身之后啊，你有冇接过你张床啊？你接咗张床嘅时候咧，第二个入嚟先吓，佢起身啦，起咗身啦，佢而家唔喺个房啦。接好曬啦，先至出去啊嘛！啊，當然有啲後生嘅咧，就冇咁企理。可能有啲年紀大啲嘅咧，都可能冇咁企理。但我相信咧，九成九都去後企嘅噶啦嚇。咁後一睇啊，邊可以信咧？佢相信冇一個人會係咁做。另外，約望福音啊，約望中途一見到佢就信啦。他和百多禄的反应是不同，百多禄的反应是比较迟钝一点。基督教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去领悟天主临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的情况是不同的。我们有些是快一点明白到，有些慢一点，但是最重要是我们愿意接受
天主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约望的反应告诉我们，他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很亲近的非常深入的关系，心有灵犀，所以他一见他就信了。正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些没有见到我而相信我的是有福的，那就是你和我了。我们没有见到，但我们相信中途传下来的说话所教导的真理。最后我们自己要想一想，天主差遣圣子降生成人为什么？是要张扬他，高举他。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画十字架圣号的时候，因父及子及圣神的时候，因为父亲的指示，圣子降生成人，完成了使命之后，天主高扬他。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就是找回迷失了的天主儿女，你和我，带领我们，就高扬我们回归天父的大家庭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基督的复活时候，我们多谢天父的恩宠，差遣圣子降生成人，找到我们，拣选了我们，然后那些愿意真心诚心诚意跟随他的，接受罪的宽恕，永生的幸福，再次进入天国的兄弟姊妹，都能够高被高扬回归到天父的大家庭里面。我们应该回应的就是感谢天主，我愿意好像圣伯多禄那样，做一位好好的和平宣扬和平天主慈爱的天主儿女，福传的兄弟姊妹。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而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又同圣玛利亚取了肉躯，而成为人。他在本着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分。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因着先知的预言和当时的见证人，知道主耶稣确实复活了，并且生活在我们中间。现在我们欢欣地祈祷，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求主赏赐教会充满基督复活的喜乐与平安，在基督内不断更新。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抚平我们，请为我们的教宗、主教、神父、执事、修士、修女、
和協助教會的全體工作人員祈禱，求主恩賜他們一顆堅強勇毅的心，作基督復活的見證，領導普世萬民同獲救恩。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請為世界各地因信仰而受各種迫害的神職人員和基督信徒祈禱，求主助佑他們，藉聖神恩寵的支持，繼續勇敢地為信仰、為基督作證。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請為所有病者和亡者祈禱，求主恩賜病者早日痊愈，亡者靈魂早登天國。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現在讓我們默靜片刻，為各自心中意願向天父祈求。懇求天父按照你的聖意垂鑑我們以上無聲的禱告。我們同聲祈禱，求主俯聽我們。上主，你的聖子耶穌的復活是我們的光榮和新生，求你恩賜我們常與做基督徒為榮，便在基督內日益堅強。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門。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新立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上主，我们带着逾越节的喜乐，踊跃欢腾，献上礼品，愿你的教会借此祭献的滋养，神庙地得以重生。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阿門。
愿主你们同在，也愿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你所当献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由于我们的逾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今日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因为基督真是除免世罪的羔羊，他以自己的死亡消灭了我们的死亡，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为此，好世民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踊跃欢腾。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以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伟大的节日。你告俾他，是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去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尊大的奥迹，高山的安息，历尽艰苦难抗苦，恢复了我们的自由。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托马斯以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为着父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命福玛利亚、圣母的正佩圣约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便是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继续基督，在基督内，必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既遵从教主的训示，也承受他的教导，才敢演唱。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便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你按着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祝大家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赦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不在你和我心里头，主若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你来到我心中。既然我
現在不能實領你，請賞我至少神領你的恩典吧。我擁抱你，完全與你結合，像你實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樣，別讓我再與你分離吧。
请大家祈祷。天主，请不断眷顾你的教会，使教会借着与奥迹获得更新，到达复活的光明。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门。所以今日系复活节，神父们同埋执事啦，修女同埋圣堂嘅工作人员，都祝大家有个快乐嘅复活节，有主耶稣带俾你哋嘅平安同埋到健康。求主增强你哋信德、望德同埋爱德。复活节快乐，天主保佑。愿主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扶手接受天主的降福。愿全能的天主借今日隆重的逾越庆典降福你们，仁慈地护佑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恶。阿们。天主既因他独生子的复活更新了你们，恩赐你们永生。愿天主赏赐你们充满不朽的生命。阿们。今天结束了主苦难的日子，你们既欢欣庆祝主的逾越，愿你们满怀欢悦之情，依靠主的助佑，迈向天上永恒喜乐的庆节。阿们。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的降福临现你们，并永远存留在你们当中。阿们。你实来圣，你们去传扬基督的福音吧。阿肋路亚，阿肋路亚。圣灵啊，以众灵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我们谦卑地祈求，但愿上主谴责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所望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